哎，晚上好啊！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示范讲解啊。好，那么但是刚才的话啊，这个英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那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一定的加息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市场出现了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复。好，但是问题是啊，如果你去我今天还在看啊，就是说，我还在想，欧镑会不会啊，哪怕延续一下这个之前的一个小的一个涨势啊，结果又下来了啊，相当于它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啊，欧元和英镑之间的强弱，基本上还是很难走出一个延续性的状态啊，虽然之前的话可以讲啊。可能欧元略微的比英镑强一点，但是英镑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又把整个这个欧元对英镑这个强势啊，又全部的又收回去了。所以现在欧元和英镑尽量还是多看少动为好啊，因为它的这种不确定性非常的高啊。因为主要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强弱啊，当然有人说我就看一个品种做，当然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说它的空间啊，包括运行到这个1.16这个附近的时候，它能不能够很快的脱离开这个区间啊，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先说一下刚才发生的一个事情啊，昨天晚上的话这个讲话啊。可能大家都看了这个讲话，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讲话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商务部部长也在讲话，等于是一边是各国央行的行长啊讲话，一边是美国商务部长。美国商务部长是一个可以讲是在整特朗普团队当中最鹰派的那么几个人之一了，或者说是。在鹰派当中，他可能更加的鹰派，是这么一个角色。因为以前的话，像有一些略微中间的，或者是偏向于鸽派的一些美国政府的这个要员啊，已经纷纷的不是离职了，就是被特朗普给辞掉了这个是等于现在变成了是纯粹的鹰派的一个独大。所以他的所有话语里边都没有任何的是有带有缓冲性的一个讲话内容，都是非常直接的。那比如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干什么而且怎么样就不是说那种带有缓和的一种状态。所以的话，这个市场的话，我觉得可能从美国政府这边估计大家可能对他的这种立场会越来越清晰可能不会再去再去有所放缓的这种状态了。那当然，今天的话也有消息就是说看到特朗普已经提出来他的这个。新的一个竞选的口号，那口号是什么呢？就是说让美国保持伟大，好像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也就是讲，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在他成为美国总统1年半吧，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那么他已经使美国再次的。伟大起来。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去先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可能他认为在过去的，以往的这个，不管是奥巴马时代可能我认为他主要针对的就是奥巴马这个时代，可能小布什和。克林顿他们可能还好一点，毕竟在他们那个时代当中美国还是
比较强势的啊。那么在奥巴马这个8年的时期，可以讲几乎是美国在整个全球的政治的位置上，可能是最不同的期，也或者是说，他所有的这个方针政策啊，都是以不是以美国利益啊为出发点，他可能是以着眼于全球，或者是让自己扮演一个好像是纠正一些可能认为美国之前的一些错误，比如说像伊拉克这种撤军呐，包括这些过去的一些事件的一些重新的一些理解啊，可能是这个啊，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他认为他的伟大呢，其实我觉得是主要是从他上台以后到现在为止，全球的主要的这种走势是由美国来发动。一上台以后降企业税，降企业税这一点可以讲实际上是对其他国家影响很大的，因为全球的财政情况都不好，可以这么说，因为经济各方面财政各方面都不好，它降税的情况下，其实对其他国家就是一种影响就是说你要不要跟随我去如果不跟随我，那企业的经营呢？说实话，税收这一块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税收的话，它可以讲是针对你整个的营业额征税的并不是说你有多少利润，按照那个利润去征税，所以10%的税和没有和少10%和多10%这差别还是。也许你少10%你是赚钱的，那你多这个10%你可能不赚钱，甚至于赔钱。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可能从这件事情上整个可以讲是一个引领市场的一个状态。那到今年的贸易的问题这几件大事情可以讲确实是由美国来发动的，所以他可能在他认为是。当美国取得了这些事情的主导权的时候，可能就是美国再次伟大的时候。而他提到了说，要让美国保持伟大，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接下来依旧会这么干就是不管是贸易问题，还是像这个可能接下来可能会重提到。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可能他不会再提出来一些什么新的方针了。但如果他能够连任，目前看的话，应该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因为从他的，因为历史上吧，历史上，还真的没有什么总统就是中期选举不过的直接被撸下来，最多是像这个。奥巴马时代他是总统，但是他失去了议会的控制权就说这个是可能性的，但是说直接下来还真的没发生过所以目前看的话，他连任的机会还是蛮大的。那一旦连任以后，他要干什么？其实已经明摆着的事情就所谓的一个制造业，为什么？很显然目前，美国或者是他的政府所针对的行业，比如说像钢材像这种基础原料那么包括他之前美国这边大幅增产这种石油，其实都是在为美国的制造业做一种准备，因为我们知道制造业你需要什么？需要原材料嘛，钢铁石油、天然气这种基础的能源是第一位你发展制造业，你没有这些，难道你要发展制造业要从
海外进口吗？那不就有违你的初衷了吗？就像今天这个昨天这个罗斯也提到说，这个美国的钢铁生产的恢复可能会缓解美国钢铁的价格。我禁止，或者是我对其他国家的这个钢材有一个限购令，或者是征税的一个状态，那么。当我美国的本土的这个钢铁行业恢复了，那么可能这种造成的这种弊端就会消失掉就是大概其实这么一个意思，这也能看出来为什么呢思考一下。很显然嘛当美国自己开始生产钢铁的时候，那它就会不断的在增加产量。我估计它增加产量以后会干什么？你知道钢铁干什么？钢铁主要是干什么的？基建嘛，比如说像铁轨，比如说像一些机床等等这些就说都需要钢铁嘛，对吧？你比如说现在可能有一些叫做电子自动化这种。电气自动化，或者是这种车床的自动化，那这些的话，它本身都需要这些所以这就打一个基础。就像过去这个10年当中，中国从海外进口的大量的铁矿石在中国其实就变成了我们知道的高铁每年铺设多少多少公里的高铁。其实，在美国，我们知道美国的领土面积比中国还要大。如果把加拿大算上，当然就大更多了，因为北美本身是一个比较整体化的一个地方，才需要建高铁或者建这种快速铁路快速铁路，那么它也需要大量的这种钢材。这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这就一步一步的可能按照它的那个方向去运行按照它的那个想法，所以可能美国制造业发展应该是在，我觉得是在今年年末可能可能不太会我觉得到明年年初这个概率会非常高。所谓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记得之前有一个事情。可现在大家都忘了就是关于这个，特朗普一上来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要在美国投资1万亿美元进行基础建设这件事情，最近好像已经没有这个事情了，是吧？也好，包括事情也好，是吧？没有提到这个事情，这是之前特朗普提的而且他当时说了要建设这些。这些铁路的时候，可以由私人来参与，并不一定是国家行为，也就意味着可能，有些企业可以去参与到这个建设当中的一些竞标，可能某一段可能归你建设，就是，这件事情虽然有人还记得吧，应该还记得，这是一个当时那么，所以这个事情。现在不提了。我觉得就是因为已经临近了选举了，可能你现在再去提这个事情，可能到落实这个时间可能不够所以今年主打的是贸易问题贸易问题以后它的钢铁行业成为了，就其实为什么贸易这个它所征收的为主要的，其实就是因为它希望支持本国的钢铁业复苏嘛。钢铁业复苏以后，它才有这些钢铁去作为基础建设的这个原料。它可不希望说我搞基建，然后我还从海外去进口大量的钢铁，对吧？它肯定不希望这样。所以到我觉得到预期到中期选举以后，应该就会接着推行美国的这个基建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个时候，基本上美国就。走入了另外一条路。我们知道，
中国就是啊，中国你可以发现，中国当高铁修通以后，很多这种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就被带动起来了。为什么呢？就那以前的话，一些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之间啊，虽然隔着啊几百公里，但是说中间的时长大概需要啊，可能需要比如说5到6个小时啊，你才能从这个二线城市到一线城市。自从有了高铁，这个时长是大大的缩短。就因为我是天津人嘛，啊，就用天津到北京来举例子。天津到北京以前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北京，最快的可不是啊，不是火车啊，最快的还是开车。当时大概啊，京津高速大概啊最高时速吧，大概120公里啊。一般去那边的话，应该还是最少需要啊一个啊最少需要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啊全程。后来是修通了高铁以后呢，从天津的东站到北京的南站啊，最后来是降速了，最开始的时候是350公里。那个时候全程大概是，没记错的话应该29分钟，就从天津东到北京南四环，然后北京南四环下来以后再坐这些地铁，基本上大概40-50分钟就能到天安门了。你就想象一下这个速度是被缩短了多少，这是拿我亲身经历的啊，包括我后来坐高铁去南京啊，去其他，比如去南京大概4个半小时，这个比飞机还要快，下来就是直接就是市中心了啊。那你这种就是大幅提高了这个整个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人员的运输送啊，包括这个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个时长啊，大幅的减少了。我相信美国啊，投资这个1万亿美元，当时中国铁道部投资的是4万亿人民币，啊，就是知道吧？当时4万亿人民币用来搞基建啊，然后美国提出是1万亿美元去搞基建，其实差不多。如果按照疆域的面积来讲，啊，可能美国更大。为什么美国更大？因为中国的话，只是通了这个沿海地区，内陆没有啊。你说青藏、新疆那边啊，可能修的概率不多。但是美国的话，东西海岸包括中部地区，它的开发度都很高啊，所以它修起来可能会高。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可能这个后面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到明年？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会是啊，改变什么呢？有人说改变什么？改变通胀，就是美国的通胀是现在的来源，是因为大量的资金回流，而这些钱是没有被转化为固定资产，所以成为了流通性货币。你知道通胀叫做流通货币的啊膨胀，而如果流通货币的膨胀啊转变为所谓的资产或者资本或者是这种固定资产，那么它的通胀率就会下降，啊，就会影响到它的货币政策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也是解释为什么说啊，那天有一个同学问我说啊，说中国为什么啊钱这么多，增发这么多啊，然后他就是因为中国是有出口可以用这些钱，你发多少钱啊？我建铁路、建桥啊，建铁路、建桥、建打通隧道啊，这些其实都是大量的消耗这些能源啊、物资，然后包括流通的货币啊，它确实是这么一个啊，有这么一个现象啊，在中国。好，那我把这个啊，我觉得这几点呢啊，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啊。那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所关注的一些品种啊，那么每日的话呢，确实是。好，回来了。也就是讲，他把那天突然之间从
上午的一个下跌啊，这个跌幅啊已经全部的吃回来。好，那么这边的话呢，我只能这么说啊，因为它这明显啊，在这一段啊比较乱，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如果说定义啊，就是说时间上啊，如果推论的话，从昨天的这个点啊，不是昨天，前天这个低点到今天的下午这个点，就这个地方呢，怎么定义它？就是说，这是15分钟的第二浪上涨呢，还是说这是一个刚走完第一波上涨？这个有点确实有点难判断。如果是说按照时间推啊，可以讲是。把这里当成是第一个波段，把这里当成是第一个调整，这里当成是第二个波段。其实吧，从时间上来，为什么呢？这刚好是一天啊，大概一天。然后从这边算呢，到今天早上啊，下午的时候是不到一天，所以有点勉强啊，有点勉强。那么也就是讲，可能后面如果假设今天晚上再突破一个高点，到美盘的时间段，那可以把这里当成是15分钟的这个第二波的上涨，就是整体啊，整体。因为现在这边是读不太清楚啊，我明确的讲，就是这里边挺乱的啊，读的真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啊，所以只能是先看一下啊。但是如果不好意思啊，那如果的话，这边如果能够在这个时间点推论的话，那么。在末端还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微型的话不好意思，现在有点感冒。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差不多了而且的话呢，如果按照这边是。A、B、C 就是三浪我倒觉得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空间的问题，这空间并不大，并不大。就是它，本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每日上方的空间就不应该特别的大。这边的话刚好走的也比较的小也可以关键是末端这一下就是它能不能够冲破前期的那个高点做好准备，就冲破前高，我们随时就可以去进场做空。这个时间呢，当然我个人觉得是不在今天，至少你在整个运行的话呢，你下探到再拉升那这两个波段加在一起应该最少要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完成，所以应该不在今天。而且今天晚上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消息公布，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到，它走出这种正常的这种轨迹的时候，我觉得才是进场的这么一个事情。关于美日就是说，就起码来讲这个地方的下跌是假的，现在是可以确认的。那么现在已经有点继续上冲的迹象没错吧？那么接近到顶点了，我们准备进行一个做空的交易就可以了。好，这是美。那么看一下澳元，澳元的话呢，今天破位了当然破的不多。
而且的话，我昨天也讲了，就刚好是在这个点上啊，这个点上，然后呢，相当于它是一个15分钟级次的一个下行，而且到今天刚好是因为这个也是一样，如果里边的细节啊，你会觉得很乱啊，就觉得很乱，很可能把这个地方当成是5分钟的那个末端的那个小的微型，这倒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能就是这个上涨的行情，所以它刚好只破了一点点，破了一点点，完成了这个应该完成的这个形态形态。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段，而且从时间上，我记得我昨天解盘也说了。就是大概一天的时间嘛，所以从昨天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下午的2点钟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刚好是3点钟，就刚好是一天的这个时间，一天的时间，有同学问棒日我说一下我这边我基本上不会去解交叉盘。一个是我觉得很复杂，然后我基本上不会做交叉盘。你可以通过我对支盘的分析，然后你去考虑你的交叉盘应该怎么去做，好吧？OK 我大概说一下。那么这边的话呢，就是如果这是启动点，它给我们有点留了一点可能性，是可能性是什么呢？今天我在看。就说这个点到底会不会破前期那个低点？因为这个点的话是0.7344，前期那个点是0.7328，这也没有问题，对吧？现在要接下来就是看这个那么就是它是会不会就是反弹到15节这个位置？现在它大概跟到了746，而这个点位刚好就是前期的这个支组互换的这个位置附近因为这个点呢最低是75，现在这边是65，你就相当于就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如果它是在这个地方运行到这里，因为它本身我觉得是个小时级的话，那么关注一下15分钟级次。那15分钟级次的话，如果它走这个形态我们说已经恢复到之前的那个看法，就是说可能是大概可能是后面是类似于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就类似吧，或者我们把它挪过来的话，就是从这个点后面画可能画出来是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形态，达到0.74746到0.7477这个区间内，然后再下行，然后再上行然后再下跌，破一点点，就是它，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些形态吧，它会。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个点位没破下去，就给了一种可能性，就也可能就是最终它反上去了因为就是反上去以后到这边来以后，它再下跌，它也是只破一点点然后再开始拉升，这是有这种概率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说。不一定是破下去，一定走很远，甚至于可能就一破就停顿，这个是会有可能发生的。那关键就是后面这个形态。当然有人说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去买其实主要是说我还是觉得等最后那一段会比较好。你从这个地方直接启动吧。第一个时间不对，你说下午触底点这个量也不够，而且这里边很乱如果能够拉起来再往下砸那么
你可能中间走的这种轨迹会比较清晰啊，轨迹会比较清晰。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底部去买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临近到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可能市场心理会有周期递减会有啊，然后包括它可能会 最后是直破一点点，然后开始拉升，这都可能会发生啊，所以我们就会看一下。可以吧？那么包括这个会不会走成一个啊，类似于延续型的一个头肩型啊，就是假象啊，然后最后是一破，可能有人去追，就理解了，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所谓头延续型头肩型啊，就是它的理论上的交易的点啊，理论上交易的点。就说类似于这样啊，然后一个是颈线位啊，颈线位就假设这是一个颈线位，大概啊，大概起啊，比如说假设它后面走成是一个这个形态，点对吧？一个是破了颈线反弹，然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是。下破之前的那个低点，这两个点啊，就是横向的两个点，就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刚好呢，实际上在这一边呢，刚好是一个五的结构，而它走到这儿到下跌速度会很快的原因，本身这就是一个四五的结构。行吗？这本身就是一个四五，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 V 型下跌结构，啊，然后的话，它可能会就会有人在这个地方去做空，所以刚好就可能是破了一下今天这个0.7344这个低点，然后，哦，这是啊，我对市场后面的一个走势一个判断，这之前就有啊，只不过他这个地方打的比我当时想的深一些啊，我认为可能走到这一侧，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好像这种如果真的是这样走的话，好像是更像是要害人的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破它本身就是一个看着像。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结构，然后吧，你破了它，然后破它以后吧，前期还有一个低点，这个低点吧就在0.7328，啊，就是说就这个点啊，0.7328，所以呢就非应该是给人的感觉，就假设我们换过来换位思考，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想做空的人，然后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出现，然后呢就位置也有，并且。怎么画都是很标准的啊，颈线也有啊，突破、反弹、加速下跌都有。好，一破位，你这边破了，你很自然就想到可能这个地方可能也会破。对吧？就是这样的话，你不相当于就是说啊，很自然的啊，对吧？你就进场做空了。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如果是这个地方能成立啊，我还是那个想法啊，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大的波段的上行，而且会挺激烈的。所以到那个点位如果出现的话，我们就按照之前的那个做单的比例啊，大概是啊3倍啊，然后100点左右啊，我们就应该啊比较果断。可以吧？啊，我们就把这个地方说一下啊，就是这些变化其实是有的啊，是都存在的啊。然后我们就啊，需要耐心等一下，可以啊，就大概其实澳币是这个样子，有听明白吗？啊，就是我整个脑中画这个基础的这个结构啊，包括是有可能就破一点啊。我们做好这个准备啊，当然关键是我刚才讲这几点嘛，画这个形态当中啊，比如说我画的这个，我刚才画在哪？
哦，删掉是没关系啊，好，我删了没事，就是刚好就那个形态啊，我们看到啊有没有这个形态，有没有这个反弹均线啪加速下跌这一下啊，它不是小时级的，如果是走到4小时级次的一个55节的话，它是要是小时级的，对对对。你说对，就是小时级的这个四五这个结构就接下来，只不过它因为它这个反弹不是有一个三浪的一个结构要走到这边来吗？啊，所以它不够后面这个一二三就刚好和这边形成一个对称。为什么？因为这边是五对啊小时，就是刚好这是一个次一级的结构，所以就很容易走出来那个类似于这种头肩斜的一个形态啊，然后看着还很像啊，好，基本上是这样。有不明白的吗？好，那么也就是讲啊，反过来推，那美日可能在前的机会可能大一点。看一下这，因为现在是这边呢，那边是到反弹到小时级的最后一段下跌还没开始，而这边呢，我觉得已经是开始了，对吧？那还是应该这边快一点。那么我们就观察一下啊，如果按照时间推的话，因为这已经是走完了，如果是时间对的话，这已经走完了小15分钟的第一波和第二波，那就还剩下第三波。那如果今天是按照调整算，再按照上冲算，那么很有可能到明天就有可能到顶澳币那个不可能到明天啊，它肯定还有一点时间。如果是刚好那边，需要，比如说从今天这个反弹算，需要1到2天，后面下跌需要3天，那就需要4天，1天到明天，那么中间刚好有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很好，因为本身，我们做空日币这个交易啊，就简单来讲，我就觉得它可能是做完这个形态以后，它就会走这么一波，又快又急啊，就走完了。而这个点刚好也是反过来讲也是黄金的这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什么叫阶段性低点？就是它不是次一级周期，是次两级周期的。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吗？这是小时级啊，这不这是4小时级，那这不是小时级，这是15分钟级次下行，是不是2次15分钟？对吧？正好这里和这里和这里。刚好其实是对应，所以这边就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那么它后面是反弹，然后两个品种同时下跌，我们先做空，然后再考虑后面的黄金，因为黄金的话，我们要做不能做这个周期的，还是应该做一些更大一些周期的，为好，可以吧？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说了啊，我看空黄金不是这1年的事情，应该是5年的事情啊。我觉得最终它可能会跌到800到900，甚至于更低，就是黄金。所以在整个来讲，其实我不应该特别关注那种几十块的这种行情啊，应该是把这个格局放得更大，就是到今年的话，试图去找一些。能够有这种一段就是就假设吧，就是从上方1365先到这儿不是1000点，但这1000点其实是不好赚，因为它都是震荡，这一段不是特别好你只有长期持有才可以，但后面二三四五甚至于转后面可能因为这是日级的那么后面转到日级走完第一段。可能到这边来，或者到更低的，我这不现在不太好说。然后呢，它周级第二段就日级的横向走完，它会接着跌那后面那些大的日级的三浪就会比较好做，你就脑中有这个概念嘛，就是说它是现在日级的一个波段走完了，大概走了现在1000点左右，当然最后末端还不知道，可能会比更多一点
那么，但是你等到日级的横向调整走完了，再下跌，那又是一个大的一个波段。那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做行情最主要的行情啊。那这些行情其实都能够给我们的账户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爆发式增长的一些机会，所以耐心等。今年不行，其实后面会比较好。有人说为什么？我不说了吗？其实跟美国的基建都有关系的。但凡搞基建，消耗大量的现金流，就会抵消掉很多的商品消费。就是大家都把钱用来做投资到一些不动产上了啊。不动产你是需要慢慢变现的，所以你对这些商品的投资就会不断的下跌。再加上市场的风险度本身可能越来越少，啊，你可能当然中间也会有啊，但是就是以前是啊好的事情啊，以前是什么？以前是啊一些利好于美元的消息使得黄金会回落，但是风险属性更大，会是进一步促进黄金的上行，而未来是变成就是风险可能是反弹。然后主跌是啊，可能啊消费下降啊，就是所谓的贵金属消费，或者是说对于贵金属的需求下降啊所造成的。好，那我们就啊把这个说一下啊，这是黄金和美日啊，所以我这一段为什么做美日呢？就先不想影响对黄金的一种弹感啊，最好是把它建立的比较的完全啊，然后。比较好，这个能理解吗？我就简单来讲啊，我把这个再说的更深一点，就是这一段，或者是到这边，这是在如果是5年下跌当中，这只是最开始那一段，就是而且还是不是很大的一段啊，就是最开始那一段，它只是日级的一个，它整个是。月级的压力，所以后面是周级的五浪下跌，你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概念？啊，周级的五浪下跌当中，现在这个只是周级第一段当中的第一个波段，那就差很多了，所以后面还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期啊，所以就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其实一旦它成立，后面会有很多的空间，当然你只要你敢就行了，对吧？估计现在所有人都认为黄金可能会大涨，可能就我一个认为，可能去年开始我就从来没做过黄金的多单啊，都是黄金的空单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好啊，那这个是啊黄金的一个看法。OK 啊，那么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其他的品种的话呢，包括像原油。啊，基本上就是过山车的行情了啊。昨这前天也说了啊，就可能会有一个上下的波动，其实这个都正常啊。昨天上涨啊，这个美国公布完 EIA，涨一个啊，然后涨完了以后呢，今天可能是欧佩克说我要增加产能，而且大幅增加，可能给打下来啊。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上下的结构了。那今天就是可能到欧佩克的会议了，包括俄罗斯也会可能接下来会参与到整个这个谈判当中啊，那这个真的是很多不确定性，反正我是偏向于第一次谈不成，就我昨天讲那个逻辑，最后谈成嘛，最后会谈成，但是不是第一次，就你可能到第三次谈成，你第一次谈不成，第一次谈不成市场可能就。我估计默认应该就是，我们就可以建立这个逻辑了。接下来原油这个品种，我们建立一个，就通过欧佩克和俄罗斯这个谈判，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逻辑。比如第一次谈不成，谈不成呢，可能产量暂时不能够啊，大家你加我就加，不是这样的。还不是一个共同进退的状态，那么可能跑原油上涨一段，然后第二次呢，外界以为要谈成，结果谈崩了，其实历史上这种手段啊，我说外汇市场里这种手段，
实际上是，啊，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严格来讲啊，就是说是比较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你看吧，就说举个例子啊，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是谈不好，那谈不拢；第二次是哎谈的还比较好，然后谈的比较妥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后面啊，就说怎么样又谈崩了啊，这就市场变盘。另外一种是第一次没谈好。第二次也没谈好啊，然后怎么样？第三次，哎，啊，我们要坐下来谈一谈啊，然后谈好了，然后市场啪下去了。现在实际上很多时候啊，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啊。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讲呢？就是理解我说这个话的这个概念啊，就相当于是说啊，市场把这种。可能会在原油市场里面出现啊，你就可以画画这个，能不能画出来这个概念？就你看啊，第一次没谈好，上去了，哎，不动了，啊，第二次呢，大家预期会谈好，哎，下来一点，然后结果崩了上去了，然后第三次大家认为都不行了吧，它突然之间来一次。哎，我们谈妥了，一会儿直接把前面这个上涨这个幅度全部收回去了，啊，你就可以建立这么一个逻辑，啊，我建立这个逻辑，啊，我们就可以看吧，啊，会不会是这样的？可以吗？好，基本上啊，我今天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这么多啊，因为可能也听出来啊，嗓子不是特别的舒服啊。然后其他的市场啊，像欧元、英镑啊，你说你按照啊说这是一个大的反转行情，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也可以。但是我昨天也讲了说，可能欧元这个1.16啊，很难摆脱啊，你。你到1.16，其实就要小心一点，它可能就停顿，就不再动，所以它偏离了100点，这就是现在我觉得欧元这个状态啊，可能就是这样的，可能上下这种反复，但是呢，它的波动大，就容易吸引人的眼光，而像我准备做的这些每日啊，包括像这个哎，每日下来一点。那这个会不会就是末端那个微型？就是说以这一段啊为第一段啊，以这一段为调整啊，这个是这一段啊。那这一段呢，因为这是一个深调嘛，深调的话是奔着小时级的这个55节去的，不是15分钟的这个支撑位。那刚好它在如果看的话，刚好是在5分钟级次上是一个。A、B、C 的一个调整结构，这也符合啊，所以看看能不能再有一个上冲啊，如果有上冲，正好是明天就是那个高点啊，理解吗？好，OK，那么一样啊，包括澳元啊，就这些品种吧，好，也在上冲啊，所以就观察一下它会不会走成我想跟大家说的那个样子。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问一下。半个日我没有给任何的建议啊。如果是我目前觉得，如果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等明天吧，因为我觉得每日的话还会有一个波段拉升。如果是我做了空半日，因为这个时候间点的话，我觉得欧元英镑这边我看不太懂，但是因为欧元我本身是觉得它在1.16会有一个停顿。啊，然后英镑呢？因为现在欧元对英镑的本身啊，就是刚才讲这个形态，就大家可以看到啊，本来昨这两天涨了，然后今天嘣又都回来了啊，所以它还是没有一个突破，明确的一个突破的状态，就是欧镑啊，没有一个突破的状态，所以如果欧元看横向的话，英镑可能也是横向可能性大一点，就明天以后再做空镑日。可以啊，好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啊？美加是现在是真的不能再动了，好吧？因为本身原油这个市场现在就是不确定性很高，如果是做的话，最好还是如果真想做，还不如做空呢。现在这个位置挺危险的。
好，那如果是啊，看一下群里啊。是破掉可能最开始的目的，就是11.39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破的，去看一下，尤其这个末端啊，这个拉升。好，那我们今天的解盘就先到这儿，明天见啊，看一下今天晚上这些市场的变化。好，谢谢大家啊，明天见啊。